好，我是鋼琴玫瑰入家有 Rose。 今天呢很榮幸可以來到油塘區這裡參與認識祖國認識香港這個活動。那我呢是由七歲開始跟鄧雅琛老師學琴，鄧雅琛老師就在這裡，我就很多謝他，因為他帶我去了很多不同的國家參加很多國際賽啦，還有音樂節和演奏會這樣。那我今天呢為了是對應回這個主題呢，我選了四首歌送給大家。那有些呢是我很喜歡的歌啦，是一些流行曲來的。那有些呢就是我自己作的歌。那我自己作的歌方面呢，我就選了一些是中國風的歌，因為呢都是想回應回這個主題的。那首先我現在彈的就是羅文先生他唱的《獅子山下》，因為這首歌呢我覺得是最能夠代表我們香港人同舟共濟的精神，同埋亦都是我哋每一個人都耳熟能詳的歌嚟嘅，所以送俾你哋，多謝。